三二四七祷告已经一段时间了，虽然每次只是念了教会给的祷告词，但是每次祷告的时候总是有满满的力量来为国家来为教会祷告。最近一年因为工作关系，常常一回家一松懈就马上睡着了，但是在二四七上岗的时间总是让我可以重新得力，让我来为我的服事、为家庭、为工作来打拼。感谢神借着二四七神的话语能够让我来为国家、为教会来祷告。